挑战。今天我要去吉利银河门店吃东西，但是咱就是买啥先搞点美食去，稍稍买一点行了。没见过小鸟胃，这一会儿吉利银河产品专家那眼珠子不都得笑得掉下来了。欢迎光临，我能在你家吃东西吗？这么容易就挑战成功了？我以为人家得白羊给你送出去了。真好，走，顺便看看车。看看车。你好，欢迎吉利银河。这边的话呢，就咱们新款的F1L7。这台F1L7的话呢，是1.5伏双电机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的话，能高达1370公里的续航。您释放了，我们释放来了。接着给您讲讲咱们的车型。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呢，零百加速只需要6.9秒，可以纯电，可以淀粉，满足您的更多需求。嗯，好吃。真是亲家，谁让你吃东西啊？您继续说。这款车型的话呢，加上咱们抬头显示一共是4块屏幕，其中这3块屏幕的话呢，都可以支持咱们的互联，进行3指滑屏，就可以从咱们主驾将系统传到咱们的副驾。这个副驾是女王副驾，可按摩可加热，前方有娱乐屏，躺下就可以直接看电影。嗯，这么多我还是想要的，胖胖松软。我看你手段太累了，你是否这男装见过？没有没有。这是店里边这个特色小甜品，然后可以煎饼还是豆浆，怎么样？考虑咱们一番情况。你快别跟他说，他脑子都在嘴上了。谁说我脑子？我这款车非常好。咱快走吧，解释就是演示，快留号吧。对，是得回家了，我回家取钱订车去。